给大家讲一个你被对手摁在地上掐住脖子以后怎么反制对方。首先，对方掐你脖子的时候一定要把两个腿跨在他的腰上，然后箍住对方的一只手，把自己的身体侧拐，感觉到他的手肘把自己的胯贴在大臂的位置，直起来挺你的胯，